何大人，哎，干嘛呀？何大人，我跟您商量点事儿。啊，说啊，我呀，我想跟您告个假。你是不是不想去？没，我没说不想去。行，你走吧。嘿嘿，何大人，那我就多谢您了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小黑公公，哎呀，您在这干嘛呢？恭候你，恭候你，恭候我。皇上找我呢？那倒不是。但皇上考虑，若是在此地见到你，二话不说，先打20大板。啊！皇上连这个都算到了。哎呀，看来他比我聪明。那我还有什么混的呀？哎，谢恩呢？谢恩。哎，公公，您轻点啊！哎，昨儿我刚替皇上挨了20大板呢。对，嘿，你不说我还忘了呢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昨儿呢，你确实为皇上挨了20大板。对呀、啊，这20大板呢，算是扯平了。哎呀，皇上圣明啊！皇上还有口谕，还有口谕啊？那20大板你算是免了，不过这次你玩忽职守，追不上何大人，这40棍子你是要吃的。这，哎，公公，那我这屁股不打烂了吗？哎，您轻点啊。怎么那么傻呀、啊？还不赶快！啊！对，多谢公公，多谢公公啊！哎呀，何大人呢？何大人，您跑那么快干嘛？瞧我这追的呀！怎么是你？你不是回家了吗？刚才啊，我路上一想，咱们都是做臣民的，应该替皇上着想，哪能只顾自个儿的小家呀？我这迷途知返，我们就追回来了嘛。行。快点，快走！是，哎、快走，快走，走！何大人，哎，哎，跑那么快干嘛呀？抢小帽子呀！快！快点儿！再快点儿！没追上来，快点！是吗？他真没追上来呀、啊？那好，落脚。哎，停下！哎呀，哎，这么多歇会儿啊！哎，真是渴坏了我！哎，渴坏了！来口水喝，啊，真爽啊！你给我喝，别扒了嗓子，我再喝。行了吧？太痛快了，干嘛？喝一口水，你也渴？渴了，跑的。好的，你喝吧。哎，小心啊！哎，你看，散了，全散了。何大人，你可真够损的你！哎，你怎么说话呢你？你自个儿没拿住，能怪我吗？再说了，你也是活该呀你！你存心跟我过不去，你是自讨苦吃。我怎么跟你过意不去了，何大人？我哪点又招惹您了？我你在宫里待得好好的，你跟我上哪门子通州啊你？啊！何大人，你以为我愿意跟你一块儿去呢？那你在皇上面前争先恐后的啊？你这是争着哪门子先呢你？何大人，我实话跟您说了吧，我争先无非是想找一个出宫的借口，我想回家，寡人有急，哎，说白了就是我想老婆了。瞧你这份出息，想老婆你回家去啊？你给我上通州来干嘛呀？啊，通州你还有一个啊？没有，你是个花郎中。哎，何大人你可不能这么说呀，腊梅知道可饶不了我。行，那你还不回去？更事了干嘛呀？啊，瞧你累的德行。哎呀，有你们这么拖累，我们走这么慢，要不然我们早就到了。什么时候了？真是的，
就透着你忠于皇上啊。嗯，你呀，你纯粹是嘚瑟。嘚瑟？嘚瑟你不懂啊？不懂。那是我们满洲老家的话，就是臭显摆，没事找事儿，嘚瑟。何大人，您要这么说，我还真不想去了呢。哎，我可不想嘚瑟啊！您说我一个江湖郎中，我跟您朝廷大员塞哪门子忠心呢？我想明白了，想明白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哎，早想明白就好了。啊，那就赶快回去吧。嗯，省得在我这轿子后面吞烟呐、吃土的，是不是？犯不上嘛。那就走吧。何大人，您说我能走？啊，我说的是的，回去吧。我跑了这么半天，我还真有点走不动了。嗯，瞧见没有？一锭金子，拿去雇个脚力啊！走吧。给我了。给你的，快拿着呀！我雇脚力。对，我哪用雇脚力？这能卖好几条车呢！这行了，给你老婆买几件衣服啊！走吧。哎，那我替大梅谢谢您了。哎呀，赶快走吧。哎。金子，可走了。哎，何大人，这离通州那个编修家还有多远呢？哎，不远，过了河就是啊。走吧。都不远了是吧？嗯，哦，过了河就是啊。你怎么又回来了呀？你走啊！我是这么想的，何大人，您看我都跑到这儿了，我再回去，这不是半途而废了吗？那我这路就白跑了，我这汗就白流了，我还落个敷衍皇上，这罪过可就大了。我想啊，送佛上西天，我还是陪您去吧。去吧。你这个人怎么出尔反尔啊你？啊？好好好，既然你愿意在后边跟着，那你就跟着，累死你！嘿，压轿。走。哎呀，对了，把这金子还给我。哎、何大人，你也想出尔反尔啊？你，好好好，来起轿。给了路费，你还想要回去？起。快点抬，快点抬，累死了！快！快点，快点！何大人，多谢您给我银子，我租了条驴，我这会儿可落不下了。快点，您慢慢追着，跟着吃土吞烟吧。驾！快快快，绝不是孙子抢在前头！快快快快快快！哎呀，怎么这么慢呢、啊？快点，快点啊！这轿子实在太沉了，是还不行，更迈不动。这是费力，八个人都赶不过一头驴。好好好，老姜，牙姜。何大人，您慢慢追着啊。这，到了到了，下来下来下来，好好好，哎呦，哎呀，嗯，跑得可真快啊！这儿、啊、就这儿，嗯，哎，你来过啊？啊，没有，没来过，真没来过，真没来过。进去，哎，你靠着点怕什么的呀？这叫互相依靠啊！来，过来，轻着点啊！擎住了，擎住了！哎，擎着点嘛！擎着呢。哎，何大人，来人了！干什么你？来人了！啊，你是张府的丫鬟呢？啊，你们家大人呢？我家大人抱病在床，请问两位大人是？本官和珅，去跟你们家大人说，皇上盼我探病的。你们家大人呢？如果身子没问题的话，马上随我进宫；如果真的身体不爽，也不要勉强，吾皇仁慈，不会非要让他上朝不可的啊！明白了吗？哎。
真是个不懂事的丫头，坐这么半天了也不说上一杯茶，这都渴死了。我说轻着点嘛。哎，是。嗯，行行行，干嘛让我一下？别，要喝口水。你有没有长幼尊卑啊？啊，你喝，你喝，哎，喝呀，多喝点。啊，你也来点。两位大人，哎，你得了，你先别说大人的事儿啊。这个你先说说，这墙角放这么一个碗是干什么用的啊？那是喂狗用的。我瞧着就像吧。你损不损的你？你要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我还没说呢你就抢着喝，幸亏人家狗没出来，要出来瞧你喝他的水还不咬你。算了吧，你说什么，你都是你，你这个丫头好生无礼啊！我们都坐这么半天了也不说上一杯茶。就是啊，我忘了，何大人，我这就去倒。算了，气都气饱了。说说你们家大人到底走都走不得啊？我家老爷昨晚突然中风，说是难以行走。那好了，那就让你们老爷在家好好养病啊，不要勉强去，当心风吹着了着凉啊。我知道了。嗯，哎，干嘛？走啊。哪儿去啊？皇上使命还没完成呢，你让我上哪儿去啊？使命？什么使命？哎，何大人，你忘了，皇上不是说了吗？让我来诊断他一下，万一他是装病的呢？有好端庄的人装中风的吗？这是拿着鸡毛当令箭，真是。哎，何大人，您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你啊，拿着鸡毛。那不是本官的口误吗？口误啊。好好好好，行了，既然你有圣旨，那你去诊断吧。啊，不过你这手啊往张景发腕子上这么一搭，那就牵扯到两条人命啊。哎，什么叫两条人命啊？你想啊，如果你诊断出来张景发的确没病的话，那他就是装病啊，这叫诈病欺君，难逃死罪啊。如果你诊断出他有病的话，他确实在装病啊，事情败露了，那你就是他的同党啊，你等于是替他遮掩啊。想想你的下场又将如何啊？而且我还告诉你，他这个案子非同小可呀，牵扯到我大清的死敌袁崇焕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别趟这趟浑水好啊。何大人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哎，那张景发是满腹经纶的翰林，我是一个卖药的郎中，我跟他怎么会是死党呢？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不相信你跟张景发有什么私交啊，但是就你的医术能诊断吗？哎，何大人，就我这医术怎么了？只要我这手往他腕子上这么一搭，哎，就两条人命。那你说该怎么办吧？其实很简单，咱们来个敲山震虎 啊，就说皇上驾到了。如果他出来接驾的，那就说明他没病，对不对？如果千呼万唤他怎么也不出来，那就真是中风瘫在床上了嘛。那皇上在哪儿呢？皇上啊。嗯，我你怎么忘了？你是皇上的替身啊，你责无旁贷呀。再说皇上知道这件事，那就算他知道了，能怪罪你吗？这可是你的主意啊！如果皇上怪罪下来，我何时一个人承担好了吧？当然由你承担了。皇上知道我红利天生胆小哦，没有何大人支持，我绝不敢私自冒充皇上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敲砖定脚的了，赶快进入角色。哎，和珅呢？哎，和珅呢？哎，奴才在。先把你的水碗给我拿开。
叫皇上驾到，张景发出来接见。再叫皇上驾到，张景发出来接见。没用。走吧。走啊。啊，就这么走啊？那个李树啊，啊，奴才恭请皇上回宫。嗯，起驾。哎呦，老爷您回来了啊。通州之行结果如何？嗯，你安排的不错，总算把红烈那个蠢货给打发了。哎，还是老爷圣明。袁崇正打发了吗？老爷放心，早打发走了。嗯，他去哪儿了？别回头再回来找麻烦。哎，去何处奴才不知，不过奴才保证他绝对不会回来再找麻烦了。行，你干得不错。哎呀，今儿这一天可把我累坏了，我得早点歇息了。哎，老爷。